今天写的这封信，是因为有些话当面就说不出来了。碧琴，你起床了没？起来了啦。起来，出来吃早餐啊，还在摸什么？好啦，我等下就出去。谢谢。哎，再刷一次。那个刚刚的车钱在这边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真的不用吗？我有零。真的没关系。你也喜欢星际大战哦？哦，没有啦，是学长送我的，我看他很可爱，就把他关起来了。你也都这时候搭车啊？对啊，哎，还是我们以后都一起上学。好啊。我先看到这个，然后。想说蛮可爱，你应该会喜欢。好可爱啊，谢谢。你不要先掉出来啊！不要用。哦，好啊，等一下哦。好嘞。谢谢。不会。安琪。你今天怎么会搭公车？我脚踏车坏了啊，上次被你撞就坏了。最好是。真的真的。啊，先生，请你借过。你要去买早餐。好啊，走啊。卢米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你可以帮我买。不是吗？对。不行。
灌篮哦。灌篮还好，在国小那时间叫我们先灌，然后前面有人就在跑。我很假，那个女人不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。Hello， 冰冰，小兰琪 ，Hello，、你今天的头发很好看哎，这是货真价实的珍宝哦。你们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借你们姐妹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哦！啊，这些是不是货真价实啊？你很讨厌哎。哎，陈建斌，怎么搞的？你从校庆那天结束之后，就每天造型都不一样哎。就开窍啦！我以前这么丑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长大，被自己丑死。是，真的蛮丑的。现在也很丑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要去福利社吗？我现在还好，一切就好。不要。哦，好，那我自己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喜欢他就行了，干嘛一直吃他豆腐？白痴，怎么可能啊？有一根香肠了，我才不要哎。干，我以为你喜欢。靠，你不喜欢吗？我不喜欢。没有，你最喜欢。努比，你怎么会来？哦，那个你的便当袋忘记了，我帮你送过来。哦，对，我忘记了，谢谢。那我先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满18了吗？后天就满18岁。太好了，因为我下礼拜生日，朋友帮我办在夜店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应该可以，可是我9点之前要回来。九点？哎、欸，夜店11点才开，你搞到跟我生气了、喔欸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在那边带坏人家。他就是好学生，在那边带人家去夜店。你才坏了，好学生，好学生。教官，有人在抽烟了。教官，哇，你干嘛带路？哇，我可以，我跟我妈讲一下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答应我了。答应你。继续，我先离开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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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啊？牛奶。谢谢。多谢啦吼，顺件啊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要一包七星。几号？七星几号？几号？那个16号。我们这边七星哦，加5号、7号、加10号啦。你要哪一个啦？10号，咋喝？等者，18岁了呗？身份证验证一下。等我一下哦。Hello 先生，我要这一包，还要这个打火机。啊，你咧，毛拢还袂洗好，买什么香烟啊？哥哥，我已经18岁了耶。不行啊，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。你不相信我？我没有带身份证啊，我只有带钱来。不是不相信你啊，你也要让我相信才行啊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这样欺负人家啦？不行啊，我这样会被罚钱啊，被罚钱啊。啊，西兄，别在，快拿！啊，你为什么为什么不放？这么硬，怎么可能是真的啦？哦，靠腰哦。这边啊，打火机啊！别问，自己呀，抽烟不是自己用。你第一口不要吞，你还吸这么大口。哎，书呆女，你一个好学生干嘛学人家抽烟啊？想耍帅，想把妹？把妹哈，我就知道你是 T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雷达真的好准啊！你喜欢谁？告诉我。姐姐帮你。你不要乱讲话、啊。干，我是何安琪吧？哎、欸，你们在车上亲亲我都被我看到了呢。嗯，哎、欸，可是你的型好像不是何安琪会喜欢的哟。陈彦明，闭嘴哦！
那我要变怎样才会是他喜欢的菜？你看他身边都是运动型的帅哥，你还不知道他喜欢的什么？你的声音要像男生，你的才艺要够 man， 还有你的姿态要够壮够帅，还有你的长相一定要有男人味。哎，苏丹女，给我一个最大声的干。为什么不干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啊，干。想不想当苏丹女？想。不想。想不想当苏丹女？我不想，不想。大声一点，干！干！干！哎呦，不错嘛。那你的动作不要那么像书呆子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今天过年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什么过年呢？来，这个给你，祝生。祝什么？穿着。叫你那么多声，怎么都不回答我？哎，我怎么戴口罩？喉咙疼，马上给你。怎么忽然这样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没有没有，点热水，热水就好。哦，这样，要不要妈妈去给你倒热水？哈，谢谢。还要多久啊？闭嘴，安静。来，看呐、啊，陈俊斌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陈俊斌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谢谢你，要输在这么惨败。你今天为什么可以把我用成这样子啊？太夸张！你一直弄乱我东西，真的很烦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干嘛了？你以前有这么没的时候，这男人是谁？你干嘛拿我东西啊？所以你扮装是为了他吗？不是，是为了世界和平 ，Love and Peace。那你是跨性别吗？老娘就是个美少女啊！我外在是个小贱货，内心也是个贱货。你知道你其实在我面前真的不用这样。老子就是个女的嘛。哎呦，怎么搞得这么尴尬啦？你是今天的主角哎、欸，你干嘛去探讨我？而且你该回家了吧？你妈都要回家，你还不回去啊？哦，好啊，那我先回家哦。对你姐。
么来一个帅 T 呀？生日快乐！哇，谢谢，好好哦，好可爱呀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喝酒喝酒，喝酒，好学生，来，喝酒，长大一下好不好？干杯干杯。直接喝，这是威士忌哦。嗯，这一口干，直接喝啊，冰冰。快点快快快！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接一口，快，怎么走？耶！对对对对，冰冰，建议你要一直喝，一直喝，非常乖。冰冰，对对对。没有，只是很特别。对。先不要啦，
皮了，你不要逞强了啦。就把它脱掉啊！这里没有其他人。哎呦，什么时候？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试一两次就会成功的啊，而且又不是大家马上就能接受这样子。你在同情我吧？这样子还蛮可笑的，可笑？我做那么多是为了谁啊？你现在说我很可笑？我原本以为我只要换一个妆，我就可以改变什么，可是怎么可能嘛？我他妈就是一个女人，你他妈就是一个男人呐！我跟你说。那些人上面还在面前说你像正妹，下面躲在背后说你像怪物。那么你呢？安琪呢？我本来还不是因为你说这样子安琪才会喜欢我。我真的相信你耶。那你呢？你的女人梦也该醒醒了吧？你女人梦也做够久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在做什么，她都不会回来的啊！闭嘴！想要得到他一点点在乎，一点点就好，为什么这么难？我以为我这么做，他就会回来找我，结果原来我什么都不是哎！我是谁啊？我干嘛那么做啊？想要被爱啊？为什么我要把我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我喜欢东西那么辛苦？这样子比较好看呢。你以后都这样子好了啦。哎呦，快点，我们快点回家。我每天脸上都戴着厚重的面具，
快要喘不过气了。真正的我，连我自己都没有见过。但是最近渐渐的在心里浮现了出来。我不苛求你可以支持我，但是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够谅解。3、2、1，干！哎，我们已经走了啦！哎，你等我啦！